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某能量一的光啊，它对应的波长哈是兰达，那么他问了哈，二一的光子了哈，它对应的波长应该多少？我们晓得一哈是等于 h r 乘以那个 f 频率嘛，就是 c 除以兰达，所以一哈它是跟那兰达是成反比的，那也就是说哈，这个是一兰达哈 ，r 要等于一 prime 兰达 prime， 现在一 prime 是等于二一，哦，这等于二一了，兰达 prime。也就是说 ，lambda prime 呢要等于二分之 lambda。哦，就是说能量呢变大的话，它波长会变短啊，因为它频率变高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 C。